拍了很多人是吗？是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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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帮你吗？你帮我你就冷静。就醒了了，就醒了了，这另一个。他的身体突然间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灵出来，直接叫那边的灵，很恐怖。没有时间，他要本领啊！现在解开那灵来啊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现在是很多灵在他身上，我们也去弥勒家嘛，所以也比较安心一点。谢谢弥勒借他的家给我们。可以啊，平安，没事没事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嗯。哎，没有站起来了。好。没事没事，你放在床那边。行，我干了。来吧，中药。中药。中药。来，形容出来，一个一个来。等等等，这些。嗯，一个一个来。可以讲话吗？你可以讲话吗？可以，不要怕，来，好好讲话。嗯，好好好，好。你可以讲话的吗？能就点头，不能就摇头。能就点头，不能就摇头。不能啊，你想要去哪里？我带你去。你想去哪里？我带你去。不要强制他，你先走 ，OK？ 嗯，一个一个来，你先走先啊 ，OK？ 嗯，我交给高林了。嗯。第二个了。你可以讲话吗？他身体很多，试试看看你能讲话吗？能讲话吗？讲不到话，讲不到话啊！不要紧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没事，我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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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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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来来来，我送你走，送你走。然后你都很善良啊，为什么你要进他身体？嗯，嗯，带你去，带你去，你想去哪里？这个是喜欢听心经那一个吗？他会讲话的。啊，不是这个啊。他会讲话。不是这个啊。嗯。拿起来。
我带你去，带你去，你想去哪里，我找给你啊。这地方想去吗？看到吗？看到了吗？想去吗？很漂亮的，你去那边玩。不要啊，不喜欢啊，要啊，嗯，要就过来，要就过来。嗯。就过来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灵魂出来。那叫什么名字啊？离开身体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。OK， 出来了，有人带你去了。很漂亮的地方，很好玩的。OK， 嗯，来，不用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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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开，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等你了的，好不好？很多朋友在那边等你了 ，OK， 嗯，不要缠着他，嗯，不要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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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很好玩的，那边很好玩的，那边很好玩的。就醒了了，就醒了了，就另一个。害了很多人是吗？是。我只有我谨慎，我故意的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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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帮你吗？你帮我你就冷静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请他们来，你跟他们道歉可以吗？嗯。可不可以？我们是一个个去帮你们解决，然后解决过后你们就离开了身体 ，OK？ 嗯。嗯，小失败了，小失败了，嗯，小失败了、啊，那人都到了，那些人都到了，怎么又走了的？听到了。没有，他躲进去过，那个在逃避，那个在逃避，还没有追进。这个拿掉先可以吗？拿掉先，拿掉先。不是，因为我认识的第一个男生是，第一个男生是邪教的，连你护士之行，然后跟他接触了有点难受。没有，这个是 contract 来的，我帮你弄掉可以了。你签个 contract 是吗？嗯，我给姐姐小事来的，嗯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过去啊过去啊过去啊，都是小事。哇，他的身体突然间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灵出来，邪教那边的灵，很恐怖。我有看到三角形。嗯，刀三角形。嗯。很多啊，我剪一个把你请。嗯。我给你把你请。嗯。你相信我吗？
还有很多个，来慢慢出来，拿出来我好谈，拿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董事长。对。我等下帮你做一些东西，都会断掉全部。那个恶魔的契约什么，我帮你断掉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就是给他普通的修行这些肯定要，因为他身体已经是有破洞了的，学做人学修行，做回一些普通人该做的事情就好。来，全部出来。还有一个我知道，还有一个。看什么？来出来。他是怎么会导致这样？你可以了解吗？之前跟你说，新加坡不是有政府租户，他是租七天一间房，然后让房东两夫妇是每天都有念经的，念经过后，那房东去开刀，两个老的就去他儿子家住，就留他一个人，过后就没有念经，那个香有时上，有时没有上，偶尔他儿子回来上啊。哦，就花切谈那么严重啊？好，老师，我的朋友。然后那个跟那种邪教签约是什么时候？他是认识一个男生，他是参加那个邪教，因为有拍过纪录片的，就认识他，他很喜欢他，可是他觉得这男的不乖，那男的告诉他他已经脱离这邪教了，过后他们是没有在一起啦，有交往短暂应该有，可是他也不想签到了，可是迎接啊迎接啊迎接啊。你没有害人呐、啊，你没害人呐、啊。你没害人呐、啊。他让我觉得我不会，你是害人。你的内疚让你觉得你害了人，其实你没害了人。你当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你怕你害了人的时候，你当下也没在害人了。所以你不要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好好活着，你好好的不去担心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帮助到你的家人了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孝顺的。最简单的孝顺就好好保护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 ，OK？ 没事，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没有，不用内疚，不用内疚，不用内疚。你妈妈都没有怪你，你爸爸都没有怪你，你哥哥都没有怪你，不用内疚啊。我们爱你。没有内疚。所以现在你要管好自己的心。好管好了，然后就没有事情了。因为现在这边已经卡着，因为你只内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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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灵破了，所以很多这些灵就会进来去干涉你的身体。所以现在好像现在身体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现在我很想帮你修复一部分，可是一部分我坦白讲，你还是要靠自己修的，明白吗？如果我帮你，你只是帮暂时的罢了。希望大家都明白，你自己的情绪还是要自己去慢慢的修复。哦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而我觉得暂时还不能去新加坡工作喽。他的学费是新加坡政府给一半。毕业过后要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，要去看那边的心理医生。对，因为我曾经一个朋友也是，他有心理医生这些症状，可以那个的。因为现在他的灵很破洞，身。筋骨都要去修复，因为我能把他们的灵给修复好，但他也是要吃一点药 medicine 来让他自己的可能不会想太多，让他平静下来，两边都是要双管齐下。就想要他去见心理医生。是是，他是 OK 的，可是慢慢要调回来咯。放心，他身体还没好。因为现在是属于已经是身体条件反射，但他身体还一个他不愿意出来再藏着，我会逼他出来，放心。可是那个是好的，那个是好的，不会伤害他的。还有一个在你身体自己知道吗？还是你不知道？你自己知道啊？还有一个是吗？还有一个我知道。你能叫出来吗？
廉价出来吗？下出来，下出来。杨坤哥，快出来！要出一班，出一班了。来，不用紧，来聊，乖。你是喜欢心经哎，对啊。OK， 你那么喜欢心经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要吗？嗯，很多你喜欢的人，很多。和尚小和尚很多，这些小禅修的师傅，那些穿袈裟漂漂亮亮，整个地方亮亮晶晶，发现这个景的也在那边，要去吗？很开心啊，他们都是在念心经的，你可以去那边一起修行，很多功德的，要吗？嗯，他来见你，要去吗？会痛苦吗？不会痛苦啊，他们佛菩萨那里可能让你痛苦啊，嗯，你去那边你不痛苦，他也不痛苦，他的家人也不痛苦，是不是？对吗？走呗，嗯。你们家拜什么的啊？我们家拜观音，观音有那个公。那个公。有拍到照片吗？可以。上来拍，你这边拿下全部。平起平坐。哦，平起平坐。不可以。但是还要另外一张桌子。是，不可以平起平坐。可是埋在这里喽。放三个，然后两个在中间。是同一个桌子是吗？啊，对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可以坐多一个桌子。拜拜什么的。可以。先低一点。低一点啊！你不可以全部在这边。你要多一个低的。低的。啊。全部佛菩萨，全部都是佛观观地爷，我叫观音不远近。你我们只是普通人哎，我们一起做的事，保不着，承受不起，我们承受不起，所以你们的金色这些运势怎么都不会说很好。嗯，那再拿到吗？然后你放在胸口，是很舒服，感觉吗？嗯，去疗愈你的身体，好吧，疗愈。有看到你身体破洞吗？慢慢修复你的破洞。冰冰冰冰不进去，然后你给它顺时转，给它转转转，它是个很漂亮的花，给它转。嗯，然后那些黑黑的也不进去，就是你负能量造成的，没事。嗯，应该被穿成水果自己的习惯，它的灵魂不 stable， 因为你现在身体很弱，你要慢慢修复，所以呢，你要记得这样，拇指这样。然后关起来，这样。如果下次你觉得哪里不对劲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握着，你会散发一个气场的，有感觉到吗？啊，那个气场就盾来了，保护你的。啊，你就看到你有一个盾，哎，很漂亮的，啊，金色的开着，保护自己，有吗？看到吗？嗯，还有天眼的。对，嗯。是不简单，本来他们一出生就知道，哎，我们要修，可是他们找不到人修，嗯，啊，
所以就也不能怪他们尽量这些怪怪的教啦，因为他们也是在找答案的路上，他们累世都有在修，他们来这边就是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今世他们就继续想去找他们的任务是什么。不是报应来的，不是报应，不是报应。那你先讲，不是报应，不是报应，是福德来的。我们先讲好与坏。你这样的体质哈、坏处来讲就是可能很容易招灵啊什么。可是好处是什么？他们更加方便修行。为什么方便修行呢？因为有些人就是没有感应，没有感应就做普通人神啊鬼啊都是假的神。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真正目的就是去悟一些无形的东西，他们这个东西你讲它是坏处吗？不完全是。你讲它是好处吗？也不完全是，两个都有。那不如我们都要面对了，我们要把它当成是好事。他们更加相信什么是真相，他们比我们普通人更加接近佛祖，有道理吗？有没有道理啊？OK， 这故事呢就该段落了。然后刚才呢也送他们回去啦，然后也帮他们的车给净化，也给他们大家给净化了，然后也很蛮顺利啦。然后也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路途中呢，就好好的修好自己的能量，修好自己的磁场等等这样啦。我可以问吗？我帮观众问，观众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这样子，还是他一路来是有这样的体质？哦，好问题。他刚有跟我讲说呢，就是他去新加坡工作嘛，一来就是很压力，读书压力，工作压力，然后再来就是认识了一位男友是进入邪教的，所以就导致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处理好，所以就导致这样啦。刚才你有跟他妈妈讲到，因为他刚修复，刚解决他问题，所以他会有那个一些反应，是什么反应？跟你讲，就是有一点好像这样讲，一来是灵性波动，二来就是可能肌肉反应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有建议他们家人说，就是你这种情况，因为对我来讲是有点属于是人格分裂症了，或者多重人格案了，你玄学需要去处理，帮他解决这些身心灵上的方面的东西，科学上的药物也是要吃，这样我们才能去调整，我们两边都缺不可，所以这是对我来讲的观念啦。现在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你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灵魂的医生，对吧？OK， 过后呢，我可能会成立一些，还在筹备这些身心灵的共修会，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老师还是什么，我觉得我只是可能是一个团长这样。我希望大家一起聚集，大家可以分享，一起互相学习这些修行的东西啦。所以就该多了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